的掌声，也谢谢您的红包，给了丽昂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富贵一世人，也收到了点单。可以，我安排一点唱歌。老师，对不起，麻烦你。天路 ，Donkey， 悄悄。天路。还因为有收到了点唱，所以就要麻烦老师找一下套路，给我一点时间了哈。那希望今天朋友们大家都可以过个愉快的晚间，有喝酒的朋友们，哇，祝你们千杯不醉。可是喝酒的话就不要驾车，驾车就不要喝酒哈。那用享用你的美食、你的美酒，还有台上的轻歌妙曲，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开开心心的哈。来，为你安排的下一首歌曲呢，其实就是也是一首中国民谣。那这首歌曲会比较。新的版本的话呢是比较轻松一点，那原来的版本应该是我要拿一个楼梯来站着唱的。那大哥，对。
曲，希望不要让你们失望啊。